怎么是您出来了呢？我给他带来了一份 DNA 亲子鉴定结论通知书。我看看可以吗？可以。我念一下，要听吗？听。杨新兰与白乃汀 DNA 亲子鉴定，我部门有关人员对寻亲人员杨新兰与云南怒江村民白乃是否存在亲子关系进行了 DNA 的亲子鉴定，鉴定结果是白乃与杨新兰的相似系数为99.8%，两人不排除为生物学的父女关系，即白乃是杨新兰的生物学父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如果你对鉴定结果结论有异议，可以提出补充鉴定或者是重新鉴定的申请。好消息，谢谢大家，谢谢姐姐。那今天他为什么没来呢？时间太多年了，而且他们就觉得一下子觉得很突然，这样的事情他们对这个不太信任。他们是不是很偏僻的？对，都是大山里边，很远很远。我今天来到这儿把这消息带给你，但是我不知道他们今天是否把家人的思想工作做通，是否能够来到这个现场。我希望你在再次打开这道大门的时候，希望你能够见到你的家人吧，我们共同。谢谢。谢谢。